好，我是走遍全球桂强方，现在是2022年的12月28日，现在我们来到了日本的硫磺岛上面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岛上的这个战争的遗骸，这是战争的机器，这是呢洒落在这个岛上的这个哈，看到一下，这是大炮，这是呢这个钢管，这是它的炮，这个炮有多大，这个厉害有多重，非常的厉害啊，这就是硫磺。